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莎莎手作，我是莎莎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村开吉的恐怖指机关。相信大家也不是第一次看我介绍这本书了，那这次他们特别推出了万圣节的版本。不管看了几次都觉得创意无限啊，那我们就选一个最难的来做吧。另外呢，我也做了僵尸系列，它是可以这样子翻滚的，两只翻滚，三只翻滚，那如果十只一起翻滚呢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，那我会办抽奖，详情在 FB， 大家再持续关注咯，喜欢按订阅分享，谢谢大家，万圣节快乐！